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因为曾相聚，才会有相约；因为有离别，才会思念相聚时的美好。距离或许像一条河，把你我分在两岸，但我们彼此的心灵却不会因此而疏远。当我们再见面，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丰富的恩典与赐福。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爱对爱是神也成熟的时候，直到现在我心里真的很痛，上帝就感到我吧，满心在上门满心在门里满的一句话，就开始了一场关怀战，当初是关怀战，后来改为稳健战。哎，真的因为九万爱得这第一啊，你们在叫文件者，就如我们先会莲姊妹所说的，他是我们最敬重，不管是在地方，你们就阿弟哥是非常的尊重的，妈祖阿祖一样的阿妈子，那一那条街呀，是按照个服饰。对着那那九万的民国，哎，一讲90年就嘛他们，后来不得给那转关怀站，我们非常的快乐。女人点嘛叫他们买人，女人第一啊，嘛主要就讲我们。现在也快20年了，因为那边读书，上上，因为那边读书那不两年呢，对不对呢？上去阿达不发哦，从他身上，两个班长娘一嘟噜嘟噜啊，那路那么，他妈就阿弟哥，那么阿进来，阿妈路娘一嘟噜嘟噜啊，我比较长得。漂亮，心地也非常的善良，所以我代表我们教会文件站在这里再做后一场，来为他颁奖，代马人伊那伊阿扎万南尼，我是说，超普文化健康站毕业证书，本站优秀同学。黄沈秀子于民国109年3月24日成绩优异，卒于毕业，特此证明基督教中华巡礼会潮普教会潮普文化健康站传道长理会督导叶小华，中华民国109年3月24日，
身上丰富的恩典与慈爱。